请问大嫂，丁爷，你要问路吗？不，恕我打扰，我想请问一个人。丁爷要问什么人？当朝王丞相之女王宝钏。你问他做什么？薛平贵在西凉托我带来万金嫁书。薛平贵嫁书？我大嫂，你我可以替你带去。他托我带的是口信，要我当面奉告。君爷，我就是平贵之妻。哦，原来就是薛大嫂。不敢当。君爷，平贵家信，当面奉告。他因为良心有愧，哪有面目写信呢？哎，怎么？当然，薛平贵一把良心丧，在西凉故乡来还乡，却因为欠下我一个儿子，将他无钱只好把亲郎江山借里来遇了，来遇了俺。大爷，我家有子真恩，有子平贵不够定，不由我年华变来同昏沉，想大精神还要有牙根，要紧咬牙根不承认，不承认天啊，这叫我真承认。三姐何必不承认，更不知再向你不信任，我有银子的交给你，你我结成恩爱的夫妻，还可以相守大半生。丈夫的男子肩膀都不要，还会看负你的意，宝钏还有我还彩礼，咱能肩上还要背负十八年。不与三姐相争论，为君的三年就撩人。哎呀，他哪里当真心非灵，宝钏银子不能收入我留我你。一笑一悲一伤心，如此活着还有什么期望，倒不如一死了残生。三姐，你仔细地看看我，我究竟是谁？你真的不认识我？
开车，回来还要讲起心。你是为了不信我的真情，还是为了伤我的心？你也不必把腰门紧，尊贵的人我真是在寒窑前。三姐，三姐，三姐不可心断念，心归归在地爱臣，千错万错是我错，一切等见面时亲口再说分明。三姐，请你看在患难夫妻的份上，我知道you
吾皇万岁，娘娘千岁，平身万岁万万岁。身旁坐的那个娘们是大概就是那位苦守寒窑18年的王宝钏，对，当今的皇后娘娘。既然王宝钏已封为皇后娘娘，咱们还是返回西凉去吧。哎哎，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不能回去。公主，一位皇上，两位娘娘，合情合理，也合天朝的规矩啊。这么说，咱家还得要对他参拜一番啊。哎，对了，别让天朝的人笑话咱们西凉国的娘们儿不懂礼节呀。下座心相依，带着你果然有貌美，你还天真的动人嘞，怪不得嫔妇被他宠。回头即将宝船桨，带着有礼问家安，本当不把你来回，又怕人笑见他一番，带着对不掉在金殿龙凤上，先封二位君皇娘，不封你朝阳官，谢龙恩缠三江，不封你张炳官，一张玉玺一张剑，不与你二位爱卿共享荣华。王允卫虎，是。传王允卫虎上殿。传王允卫虎上殿。传王允卫虎上殿。正面站住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三妹，三妹，皇上，跪下，跪下，跪下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。
天为虎，虎有虎，虎发冲冠。娘娘恕罪，皇上开恩，我知道我错了。哼，不办你这个叛国奸贼，如何能镇朝纲？谁还肯做忠臣？马大将来，哎，将叛将魏虎立刻推出午门斩首。王锦川降为庶民。皇上！王允，皇上，娘娘，罪臣参见皇上，参见娘娘。娘娘，娘娘，皇上，皇上，叛贼王允推出去斩首，罪臣罪该万死，这都是魏虎一人设计，罪臣并未附和，还望皇上饶命，娘娘饶命，娘娘饶命，饶命。来人呐！哎，皇上，爹爹并未参与，请皇上看在母亲坟上，特别开恩饶了爹爹吧。皇上，来人呐！哎，推出去斩首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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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圣上，皇后娘娘，当然要封。封娘伤心苦，照封母后几封信，身魂口首留不安，从此不尊岳母尊亲娘。
娘娘带封。遵旨。封爹爹主持孤寡慈幼院，从此扶持天下残废孤寡，大官还乡，颐养天年。遵旨。好。还不赶快谢恩。谢主隆恩。苏元帅王金川听风。遵旨。苏元帅官封三宫六院总督管，王金川御赐凤冠霞帔珊瑚裙，黄金与白银。谢主隆恩。红儿听风。万岁。孤封你王妹从军主，御前把婚配与金川主管，带上你金玉满堂，我满堂。多谢皇上万岁，娘娘千岁。走吧，就是这儿啊，还有呢，这么巧啊！大哥，二哥，走啊！哦，三弟，圣上。哦，圣上，圣上，大哥，圣上，二哥，弟妹，二伯，大哥，二哥，请上座。三，圣上，圣上，我们不是来做官的，我们是来道喜的。对对对，大哥跟我呀，都是逍遥自在惯了，做不来官呐。大哥二哥，对我夫妻恩重，姑一定要封。三，圣上，圣上，圣上，跪下。无风大哥逍遥王，二哥自在王，上殿不走门，不坏指示门。在此二位金帆王，没腿宽，金色勇士大斗魂，乱打献礼爱国的人。
今日对你说分离，只要你只愿意，尽量把我包围给你撑。咱的终身许配你，就你下一辈子也见到心疼你呀，心疼你的只答应，倘若你还不答应，当房之下再谈真。慢着，我们是一番好意，就是放你回去，魏虎还是会害你的，又何苦回去送死呢？啊！事到如今不由人，马行驾到难回城。不思还有不愁你，一死从此远难生。再思再想，还是不能定。可是，这是难以说通。有什么难以说的？好，不过要先答应我三件事。哪三件事？你倒说说看。第一件，本将军在此的事不能传到天朝。第二件呢？即日退兵投降苏元帅。第三件，归顺天朝，年年进贡。啊，那怎么行？来人呢，来推出去宰了。等等，我全答应你，行了吧？啊，哎，公主，公主，舅舅，咱们连人都给了他了，还在乎这些吗？马大江海在，下书求和，即刻退兵。遵命。还不松绑？啪的。Yeah.
叹，血拼鬼命运残，传天他命丧在百万心凉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不好了！什么事？老夫人派去探望三小姐的家院来报，说三小姐病了。啊，三小姐病了。嗯，宝珠，夫人，您进去吧。嗯。寒窑去看看三小姐，说不定可以劝她回心转意。对，对，你提醒我。红儿，快去报个信儿。是。不见荣华，错。
欢何待？不归于我如何言？二弟娘啊，想不起呀，如相问。一片真念此当年，花个雕梁而不住，我还要等分娘。
红儿，嗯，你们回去吧。老夫人，您不回去？我要在这儿陪伴三小姐。娘，这窑内脏得很，儿能住的，娘就能住的。这万万使不得。那么儿就随同娘一块回去吧。这红儿，小姐，先陪老夫人到门外稍候，我去收拾一下。是，这才是娘的好女儿。红儿，我们去吧，快点收拾啊。快点啊。十八年相思泪。
奉旨。好，那你先受我一拜。不必了，不必如此啊。快写吧。啊。我的心。